尹烨，我觉得你要起个范儿，就是说啊，何为人？什么叫活着？对吧？为此，我给你不是我给你，人家尹烨啊专门给我们带了个文物来给大家说一说。这是1901年版的《天演论》啊，这号哇，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这是原版吗？这是原版，哇、哦，这个但不是第一版，这我都不敢摸，怕给。还好，你们家这虫子很多啊，虫子已经是用檀香，檀香来。对对对，你看，一位生物遗传学家，今天当你们在这儿天花乱坠的时候，他拿来了这个，哇，你想跟我们表达什么？实际上是在于一个这个虫来，邓老师看看，本质上讲，如果你对科技史的了解足够长的话，我相信警方因为也是学物理的，肯定是都能够去理解。你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就是在今天会让我们觉得完全不可接受，或者说我们会比100多年前的人有更大的一个震撼。元宇宙刚才讨论了很多啊，如果从根本上讲，它是讨论了一个连接的问题。那么人类的连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我们有了所谓的友谊和驿站开始的，书信虽然只是一个二维的，通过快递镖局大家送来送去，我称为这就是元宇宙的1.0版。如果元宇宙这个词本身代表的是加强人类连接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到了元宇宙2.0版，实际上是基于我们的电磁理论。麦克斯韦在1865年电磁波出来了，当然在此之前实验室又有限，所以其实在1844年摩斯密码已经做出来了，大家已经开始拍电报了，那也是一个极大拉近了大家的一个距离。你无法想象原来相隔千山万水的竟然瞬间我可以通过摩斯密码来实现两者之间的信息的一个交互。麦克斯韦出来了以后，电磁波逐渐变成了1876年的电话给了贝尔实验室，到了1939年的时候黑白电视，1920年的时候第一台广播，再加1933年加15年到1954年的时候彩电，再过15年我们今天的阿帕网，也就是互联网的前身，1984年阿帕网正式改名叫 Internet， 1999年是中国互联网的元年，2010年移动互联网出来了，这哪一步不是元宇宙？你觉得它是不是个 AI？ 有点这一段历史你拉出来了以后，就是元宇宙的2.0版，或者说2.1版，一直在往前推。那其实到今天，无外乎我们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往前推了一步。你可能把它叫互联网4.0，只是这个概念不够性感，我必须编出一个词儿，这个词儿让所有人都觉得哇。太棒了，其实美国超发了以后大量钱不知道印哪去，扎克伯格啪10月28号改名叫 Meta， 大家啪全进去了。这个事儿哎，咱们总是由最小单位组成的，但是组成最小单位的呢现在他们都看不见了，电子绕着原子核转，不是像地球绕着太阳转，那不是它不一定是有实体的，它就是个说波函数概率波。那么组成我们的对小单位是个函数。对，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物理学向数学靠拢。对，就是人们说就标志性的就是去年的彭罗斯获奖。彭罗斯他是个数学家，他本质上是个数学家，虽然这个他跟霍金一起研究这个天体物理。那这就是说呢，特别是霍金的态度很重要，就是霍金呢在他早期的时候他对弦理论超弦他是看不上的，他认为那纯粹是胡闹，根本无法验证。但是晚年呢，有些人甚至戏称霍金向弦理论 M 理论皈依，就他认为将来的物理学的统一之梦就要靠弦理论。而弦理论是什么呢？弦理论不是科学实验，弦理论就是数学推导，他就数学推导完之后觉得宇宙应该是10位、11位更多的维数，就是这么就这样了，就跟当年狄拉克推这个正电子一样，狄拉克正电子谁也没有见过，但是他解放成一方就得有个正电子才好玩，妥了。所以尹烨说数学不算科学，数学不是科学，所以数学是描述科学的工具。其实做自然科学的人都要建立起一个基本的观念，物理对就是对的，数学对就是对的，函数对就是对的。换言之，其实就是解放和刀老师刚才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我谈几点这个啊，首先说我还是回到整词这个问题上。上世纪80年代已经有两种技术，一个叫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一个叫计算机辅助教学叫 CAI，你把它叫元宇宙完全没区别。对，就是去用一种程序，用一种方法来替代，来试错。嗯，至于说我们怎么去想，不要去后悔成本太高，
那其实看看北京折叠，我们也知道了啊，不要变成两极分化这么严重。对，我们看看流浪地球，我们也不要让最后我们大家混得无家可归，是吧？这些问题，嗯、但是把它当成一个程序，包括现在的 AlphaGo、AlphaZero、AlphaFold， 我们用的也很多，哪怕计算器，对这个东西才发明了几十年，我们的小计算器它也是帮助你解决了很多问题，所以在替代掉很多真实世界的功能，起到一个多快好省的作用、事半功倍的作用，这非常可以。但这是虚实结合，这不是元宇宙自己的人在自己的程序里把它搞出来的，它要回到真实世界、嗯、对，是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可以加速我们整体人类对于一个科学特别是科技普及的速度，这我是非常认可的、嗯、但这不等于说我们不要去看真实的宇宙了。对，我稍微 challenge 一下段老师，这个伦理本身它也不是一个有确定答案的，我们不能觉得伦理就是对的，有很多伦理是反动的、哦、所以伦理天然是主观决定，不能把技术伦理化就当成这是判断善恶的标准，它天然就不具备一个标准的一个法尺。在人和自然的问题上是不可以从众的，所有人之所以能推动科技创新是因为他独立思考的结果，一定要反以前所有人的想法。科学不是只对愚昧斗争，科学也在跟科学斗争，科学要否定之前的科学，权威要干掉之前的权威，我们人类才得以往前去思考。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实我们可以去拥抱任何一种技术，但那仅仅是技术，技术始终是中性的，我不相信技术有善恶，不管你代码怎么写，因为写代码本身这个动作就是技术，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要变成回应论去理解，只是说我们今天不能再讨论一个没有到来的世界的时候就把那个世界想成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就是可控核聚变，可控核聚变到今天和30年前说什么时候做出来还是差30年，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好像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实际上非常难以解决，非常难以解决。最近刚刚解决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意大利面不可以直接掰成两段？为什么？麻省理工费了好牛进去证明这个东西，要不四段，要不三段啊，真的？它是形成了若干点的张力，然后同时断裂，所以必须把这个面拧270度角的时候，然后卸掉了它的这个方向的力，才能正确的掰成两段。所以您明白，我们刚才讨论的好多问题，它其中要解决的问题，它必须在物理世界先得到解决。我是一个拥抱技术者，但是我首先相信，我拥抱技术的是要不停的去促使这个民族要掌握可以扩展技术边界的本事，这是我说的要两手都要硬，软件要硬，这是元宇宙的代码，硬件更要硬。如果今天我们光科技解决不了，你讨论元宇宙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而我们过早的进入到了一个娱乐化，不管下一代怎么想，1895年写的那本书叫《乌合之众》，1996年写的书叫《娱乐至死》，我看到的这是一个人类群盲主义的未来。就是说不管是六根重塑也罢，或者我在呼唤重新去讨论一次文艺复兴，你要去跟我们既有的所谓的在一些思维定式下，还是要鼓励像特斯拉、像达芬奇、像爱因斯坦，对啊，当他们没有成为权威之前的那个状态。今天的算法是写不出真随机的，嗯，对吧？所有的算法写不出真随机，嗯，对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像扔骰子这一个混沌事件，嗯，或者叫混沌事件，发音标准一点，这个东西如果不能做的话，其实元宇宙的底层的代码谁写？要知道真实的物理世界里它的规律从第一性原理推动之后它就不变了，嗯，所以我们才有了所谓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我不管你是谁，你遵循的物理定律和我是一样的，你跟我一样都是一条命。那么今天不管是谁的元宇宙，它总要有人写代码，总要有人写代码，即使去中心化的还是要有人写代码，将来可能机器写代码一样的，那也是谁的机器？对，还是有所有权。嗯，也就是说，如果大股东决定了，实控人决定了代码怎么写，这就是《黑镜子》第5部第2集。对，这个上帝视角直接给你改了。这个我自己感觉哈，实际上实际的发生可能就是这样的，它会是很多个小宇宙往前走，有的小宇宙是我们物理世界的数字孪生，有的小宇宙是一个篡改的一个新宇宙。就是你像我们自己现在，因为是在做教育，我们就有给孩子在虚拟引擎里面搭那种小的实验，比如说一个抛物线实验，让这孩子扔抛物线扔好多次，去研究那个角度和距离的关系。那这个呢，我们在虚拟引擎
擎里面用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物理，就是用的物理参数和真实的那物理公式去弄的那抛物线，以至于让它的那个角度的力度，就是扔的这个力度啊等等，它那个抛物线是会和真实的这你扔一个球那个线是一样的。但如果说有另外的一个宇宙，它弄个新公式，这个你扔出去的那个球就不知道扔到哪去了。那这个最后怎么解决呢？其实是不同宇宙它目的不一样。把解放那个宇宙改为程序，你觉得这有什么变化吗？哎，这个所以就是说这个程序和宇宙这两个词，其实对 program 的理解到底是什么？真实的可以去完美的去孪生一个物理世界的元宇宙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今天连我们都定义不出来什么是真实的一个宇宙。对，比如说就说这个杯子，你说有多少个参数和向量能把这个杯子彻底说清楚？很难定义出来。所以我们写的所有的代码，所有的程序，无外乎还是基于我们本我的这五感，加一点点就到六通这个范围内去理解。此外你看不见。我为什么会在意真的宇宙呢？是因为人类真正拓展了客观世界的认知，是因为工具，是因为工具。你觉得元宇宙说到根上还是个工具？元宇宙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工具。嗯，你觉得它不是未来的世界？所以它一定受当下人类的智能所限制。如果当下的人类智能是有缺陷的，则元宇宙必有缺陷，且只能更多不会更少。不是，我觉得你这个生物学家应该备受打击啊！就是说这个事儿，人类过去这么多年生命啊，全是靠着这个基因复制变异，然后自然环境选择，一个改变可能要积累好多年。嗯，现在要是一旦数字孪生了，它一旦在数字就人数字化了以后，它这个被环境选择，或者说它的环境是什么环境呢？它被什么环境所这个物竞天择呢？其实就是信息，对吧？一发现一不合适就改了。其实还不是，杜老师，就是其实在我来看，元宇宙只是一个新的技术的代名词，它并不代表一种比以前的技术有多了不起的地方。嗯，我之所以这么讲的是，我们刚才都是假如，问题是你怎么达到假如？这相当于我假如发明了十分之一光速的飞船，我也能穿进星际了。问题是我做不出来，所以你不能用一个已经存在的事情倒推今天会怎么样。